好，我是君宝。有很多的小粉丝呢，想让我分享一下我做的手账。刚好呢，上个星期五一放假在家，我就做了很多的手账。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这个本是妹妹给我的。妹妹送你的本？对。这好漂亮啊，这是啥本？温克斯吗？Wix 本，阿玛丽丽丝的。好吧。这先是第一篇。这是第一篇。这是啥主题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有主题。不过也挺好看的。对。这是肉球的。肉球的。嗯。哎，这个我好喜欢呀，这个。这些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提拉多的。嗯，这个好看。这个做的不错，这个。这个也好看。这个是阿卓的，这两片也是阿卓的，这个是我自己画的花边。自己画的花边？对。可以可以，不错，有创意。这个是这是啾啾麦，然后这个是小麻薯，然后这个是阿卓。这是你画的还是？对啊。这不是，这怎么可能是我画的？乍一看还以为是你画的嘞，其实你也能画这么好。对。然后这是什么来着？这是布兰的，对，这个也是布兰，像不像在超市里面？好像。然后这个是我的新胶带，是肉球的。这是阿卓，啾啾麦，然后是肉球，我的新的胶带，然后是肉球，没啦。对。今天都快要把我给累死了，这是我上初中以来第一次，今天就是刚放假下午就把作业写完了，快把我累死了。作业超级多，就放半天作业还特别的多。是吧？对。然后现在准备干嘛嘞？我要做手账。做手账。对。问何以解压，唯有手账，是不是？对呀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汉堡店，好了，我现在要开始画边框。静宝说没有画边自己制作，是不是？对。之前的都是自己弄的。哎，这个颜色搭配不错。这个黄色是有一点橙色的感觉，我那个橙色的荧光笔被我带到学校了。这个颜色也蛮搭配的嘛。对，刚才就看到它。这么快？对，我现在我发现你做手账的水平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快了呀。对呀，才几分钟就做好了。然后妈妈想问你，你刚才写作业写了那么久，然后又做手账，都不感觉累吗？累，但是做手账是比较解压的，所以说不是很感觉到累。哎呀，那行吧，再玩一会儿，赶紧睡觉了啊。好的。